来，这是我们用这个椅，这个皮，这是情人砖，我们用不了。不过过 A 级人用这个屁股了，做很多东西。你看，做帽子、鞋子、房子，什么很多东西。房子，对，我们可以摸一下，可以摸一下，不过小心。超重要啊！不过我们拉不断，拉不断，它折断了。对，这个啊，那个皮，那个皮。对，还有我看一下这个里面的东西。我看，用这个我来做一张纸。现在我可以把这个切开一片，还有一片这样子，我看一下。哦。很脆，很软，还有可以卷起来。嗯。对，这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里面有两公斤，有水分和水分，水分对，可以吃。那可以吃啊！再过来这个，他们用这个为了吃的。现在我可以把这个橘子，啊，我可以整一整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出来，现在这个水出来。对，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干。累了，太快了。你都没有在做烤饼啊，你没有做烤饼啊。那现在如果我们拉不断，是不是啊？对。现在可以把这个放在水里面，为什么？要把这个糖分出来。把这个糖分出来以后，可以给别人偷偷样吃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水里面油煎以后，我们得到这个白色的纸。哦。我们把这个放在水里面十二煎以后，我们得到这个咖啡色的纸。比如说，这在后面的。天边的白色。对啊。放越久越深。对。那他们样子不够不同样吃。现在怎么做伪装纸？可以用这个地毯。还要把这片出来，叫横的，竖的，横的。哦。对，如果我经纬，经纬。啊，我看这个纬路是不是？哦，经纬。对，这样子。嗯。横的、竖的、横的、竖的，我来做一种纸。对。然后呢，可以把这个我来压一下，可以压一下。嗯。对。我把压干。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烟器，但以前他们没有这个烟器，他们有什么了？石头对，石头、嗯、可以压右肩，再右肩，右肩以后我们到一种哦，嗯，不错。透光对，我们看这个纹路，对，这样的呢，我看不见这样的话，这横的竖的横的竖的，对，哦、因为在外面有些人他们用这个斜角术，这是假的。还有呢？哦，防水。哦，是的，可以摸一下。防水。干的。嗯，是啊，对。防水。对。啊，我
开始了，哦，你也没事啊，他不会破，他洗一刀。后来拿我的知道这个是假的还是真的，我可以把这个我可以试，可以试的。换一只水，然后把这个分布在眼皮下面，优先修复毛。对，就是我可以作为种植，然后我可以送给这个画家，我的画像。